现在接近，我们可以和目标交火吗？可以交火，所有目标均被视为敌对目标。明白，可以向游乐场中的目标开火。我军小队正在赶往北面的一间农舍，不要向该房屋射击，他们是任我成败的关键。收到，不向农舍开火，有军队员在谷仓旁边。卡车正在接近，田野中有敌人。开出了一辆大型运兵卡车，卡车开进了野地里，为时方便，还有敌人。